祝福你哦。得了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尊敬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天的《草根菩提》。厝内若是有身体不好的囡仔，做爸母的出门做工课也无法度安心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林丽珠师姐三十几年来最深的感受。丽珠师姐的女儿美淑有脑性麻痹和癫痫，只要天气有变化她就会发作，所以需要有人陪在她身躯边。但是师姐要出门做工课，她是要怎样来照顾这个女儿呢？我们现在就赶紧来看今天的故事。我带你看。这边主啊，意曼玉的，建国意思，啊就是美淑要穿那个珠珠啊，啊就来这买啊，买珠啊，买珠啊，搁买线啊，嘿啊，啊就穿穿的有时会去跟人家演啊，他还不错，蛮乐观的，阿姨吼很喜欢他的做的结缘瓶吼，跟人家结缘，他很高兴说他做出来的，哎呀。啊，就囡仔有这个、迄个善良心吼，感觉讲伊若有做的兴趣吼，啊，就让伊去做那个头脑嘛会较好安尼，对他头嘛较好，啊，这个手会灵活安尼，都是我们两个都会跟在一起啊，都每天都会在一起，拢我带在里边啊，啊，上班下班我们都一起啊。他癫痫的时候吼，会发作起来，我也会担心。可是他蛮坚强的，这个病已经这样跟着他了哈，他也是要坚强。万一我回去的时候，他也是要一个人照顾自己。十几年前，丽珠师姐先生伫个工地无小心伤着腰，都休困到即马。所以这十几年来，家庭的生活开销，甲这几年大家的安养费，拢是靠师姐做摒扫来负担。虽然日子真辛苦，但是真灵魂，嘛真拍拼伫个做工课。在做清洁啊，摒粪扫啊。附近是四层，三十几卡的门扫，一天从六点半，差不多七点到公司，然后就开始收垃圾，先收四层的垃圾，收好就开始，七点半就开始做厕所，做到大概十一点。那就困难。没啦，基本上都惯习啊，做十多年啊。我们公司拢要求较做严格的，像这拢爱洗，这缝拢爱洗，搁这个水龙头，这拢爱洗，啊，逐工就是拢爱安尼，拢爱安尼洗，啊，人安尼看起来感觉比较舒服，安尼，客客也过啦，啊，都师兄也无去做啊，啊，拢嘛靠我一个，
啊，都大头拢是我身的，算讲厝的搭搭地地啥安尼啦吼，啊，啊，搁爱阮大伯的迄老人院安尼啦，啊，都俭俭啊用。咱做工课嘛，爱热在那个工作上，莫讲安尼，你一直看身体也无效。啊，你讲一天过一天，安尼就过去啊。人生就是安尼嘛，啊，咱就莫想遐济，会当过咱就好过安尼。啊，咱就无读什么书，啊，都咱讲细汉艰苦啊，啊，无读什么书啦。啊，咱就是往手工啊，往这劳力的安尼赚钱啊。以前捌跋倒过啦，啊，龙骨受伤，啊了后就讲伊腰脊骨无好，就讲伊要休困啊，啊要休困，我就想讲好啊，啊无腰脊骨无好，要休困就去休困啊。啊了后我就做我的安尼啦，毋是讲完全拢无好啊，伊嘛好的一面啦，嘿。啊，我若病，我若甲招出来打家斗病，伊嘛是会去家斗病。咱讲嘛是爱要求家庭圆满啦，啊一直吵嘛无效，嘿。乡邻嘛是讲的，啊，咱讲的欠人嘛是爱恨人，咱讲欢喜下，拍对折啦吼，安尼，咱就爱甘愿。实在有些嘛足艰苦，是讲有这个花水吼，啊，甲咱滋润安尼啦，啊，靠这个花啊，时间一直过啊，安尼就十几年嘛，安尼过来啦。范梅讲，伊个唔免伤久。伊讲，迄种范梅较迄款油脂的吼。啊，这菜头下皮起来，搁做一个菜，绿绿的炒盐，炒豆干。无、啦，这会食的物件，就是爱安尼啊。这师傅讲的，讲会食的物件，就是拢爱捡起来，会食的就爱捡起来。有做细汉啊，足艰苦的，七岁我都爱煮饭啊。啊！阮爸爸都爱啉烧酒，爱无负责任啊！外口啉烧酒、啉春的，才有钱，才有摕转来。阮老爸无十、五十岁就走啊，阮老母四十八岁就走干。啊，就我迄阵才十通岁、十一岁，还有十岁尔，读到三年尔，才会无好读。啊，下课你就爱去磨砖啊，干，人要起厝迄红砖啊，迄爱去磨的，啊才有钱，无嘛无钱。啊，我若看到讲啊，人。人迄时大人拢煮烧烧哩，互伊食，我拢看甲会得感觉流嘴烂，是讲啊咱呐安尼，啊阮老母拢讲啊苦乖老母吼，生苦乖囝，讲伊艰苦啊生我，我嘛是跟伊在食苦。阿妈回来都几点？回到家差不多六点吧。你都帮他什么？我下午的时候看分有没有，没有的话先帮他煮好，这样子。然后还有菜呀、啊，先把它洗好，这样子。然后回来的话让他炒啊，这样子。这样子他才不会太累，怕丽珠师姐第三个查某囝美淑，两三岁时阵小鼻涕，才知影是得着脑性麻痹。啊，不过护士姐上烦恼的是，这个病后来变成美淑癫痫发作，而且愈来愈严重。美淑无法度控制家己的脚手，会当做的代志真有限。所以嘛，变成书记，一世人的牵挂。别笑。哦，我早上的时候先把衣服洗洗，拿洗完之后再帮妈妈扫地，这样子，然后地板有脏的话，就稍微。涂一下这样子，然后如果
厨房有碗的话，就稍微洗下这样子。要不然妈妈忙，家里又忙，外面真的太累了。如果我自己没有这个电线的话，我真的想要去外面赚多点钱，给爸爸妈妈，这样子他们就不会那么辛苦。平常为什么会想要做这些兴趣？如果有喜欢的话，可以更加结缘，真的。做这个很困难吗？嗯，还好，因为有些洞很小，但是这个线有些要两条套在一起穿过一条洞。做这个会让你不舒服吗？也是有一点点难，一点脖子也会有一点点就是僵硬了。对，这样好不好？这样够不够是吧？对，就是他有时候桌子搭的不好，都会教，就是跟他提示一下。搭在哪里？里面这里。搭短一点。好啦，我动，我用啊，你一直动。可能因为这个病吧，他觉得他自己是很自卑的。他如果心情不平静的时候，他一穿桌子，他心情就很平静。对，他可以一整个上午都在穿桌子，然后要喝水要干嘛才会出去这样，或吃饭才会出去，对不对？妹妹每天要吃那么多药，几乎每次去拿药都是我陪她去，那这些药叫什么名字也都是我比较知道。可能有的药会让她变胖，有的药会让她退化比较严重，那有的药可能会影响他的听力跟他的就是胃口好不好。对，我觉得我小时候我就有责任义务要照顾他，即使他不是那么的正常，但是在我们心目中他是正常的。因为我妈妈会觉得是他半夜太晚起来导致我妹妹发烧过度，我妈妈是自责的。对，我也是自责的，因为我觉得我照顾我妹的时间不比我妈长，并不是她每次发作我们都在她身边，那她的伤我们不能替。我妈是全世界最辛苦的，对，她要照顾我、我妹、我们家人、我爸，甚至有时候我爸不是很 OK 的时候，对，然后可能也会让她很难过之类的。OK。OK， 再开可以开始了。等等。OK。啊，三个。我三楼的嘛是几个这样子。三个。你别二手。电话拢没输。哪会袂？伊安尼电话嘛惊，伫外口无拄好去救棍啊，啥物货，落下落啊。好啊，你莫落我啦，我莫让你落。哎，少年。我紧啊！我呀，紧，帅哥。什么帅哥？哦，耶。好啦，莫吵啦。紧个啊，笑一个啦。笑一个。要哪笑啦？哈哈哈！哦，这个囡仔安尼，头壳拢戆。啊，想讲安尼要安怎？安尼明仔就漏屎，明仔就发烧，啊，三工两工，啊，到尾也着慢慢啊顾，慢慢啊顾，啊，着生因小弟啊，啊，着顾会行。啊，因爸爸讲，你若招小弟吼，牛奶互你食甲，较大汉的安尼啦。啊，尾也慢慢
到六年才救囡安尼啦。这囡仔就是敢那较贵气安尼啦。小学的时候，有人张嘴一直看我，一直笑我，我心里也会怪怪的，难过了，我也会哭啊，那种。啊，算了，看就看，笑就笑啊，冷的过去就过去啊，都是啊，要不然就遇到嘛。苏姐都开始接受环保，是伫个内湖环保站做分类。有当时啊，卖趁工课结束了后，伫个路诶捡一寡瓶瓶罐罐回来。后来落实社区，伊就利用下班休困的时间，一礼拜两届，穿秘书去附近的南港国宅环保店做分类。另外，卖参加新盛公园的夜间回收。你们好。我是为捡囡仔，啊，拢看迄大爱电视台，系啊，捡囡仔去内湖遐一个月捡一届，啊了后伫内湖社区一礼拜一个月做一届，啊了后才转来这个社区。嘿，做环保是咱上大诶乐趣啊，是感觉讲会当，敢若讲净化这个社会吼，啊环保搁会当捡这吼。会当卖，会当救人，安尼。人讲有钱出钱，无钱出人，无钱出工，安尼啦。啊，咱就是工，有这个工，咱就付出啦。啊，你人讲软肝软腰，就是安尼软啊。啊，你若讲啊惊，都拢免做啊。哦，咱就是爱较勇的，较担心的，嘿啊，啊，唔爱想遐多。我伫做环保，伊就拢缀我提心吊胆啊。伊佫会想讲要来，啊，若寒，我想讲无爱互来。较寒，惊会救紧嘛。啊，无甲带，咱嘛是会想啦。只是讲带去身躯边，较知影伊咧创啥，吓啊，救紧啥，看较会着。走入慈济，伊受证以后吼，就敢那，较少看伊哭啦。嗯，伊勇于承担伊厝内底所给他的压力啦。我看着伊妈妈那伫哭，伊嘛哭。哎，真唔甘因妈妈安尼啦，嗯，他真很善良又很体贴啦，对别人也是这样子。因为可能他这个病的关系啊，他妈妈都比较照顾啦，他们两个可以说是相依为命。嗯，他妈妈如果在咳嗽的话，他也会讲；如果看他妈妈痛苦的话，他眼睛会红。妈妈是怕我发作，所以她来这边，做做，心情比较好。对啊，她不会这样子了，待在家里这样子，也不能都靠他们一辈子嘛。不是自己独立一点啦，对不对？要靠自己啊！如果家里孩子没有生到我这样子的话，不知道怎么好。
姐姐什么事情？哦，写字的漂亮啊，然后手漂亮啊，他手很漂亮，来，没有，我手不漂亮啊，给他看一下，别这样子啊，给他看一下。其实妹妹会羡慕，是因为她觉得这些她没有，她才会特别羡慕。那其实她也很棒。你看她的跟我的。你不要这样做比较啦，差那么多。差在哪？可能是他不想要妈妈离开他身边，他害怕妈妈离开他身边，所以他在这些时间里面，他去珍惜，他想要把妈妈扒住，不要让他离开这样。还有，你心里面有没有什么愿望？我希望你会再会更懂事。好，希望我更懂事，更会存钱哈。嗯。啊，第二个愿望呢？希望我的身体希望赶快好起来。第三个愿望是什么？爸爸妈妈今年能够不要再吵架。今年而已哦，不是以后。好啊，那永远呢？好，永远都不要吵架。那永远可以吗？美淑现在做的摒扫工作是淑姐替她找到的，这份工作的上班时间是每一天下午两点到五点，刚好是美淑的体力可以负担的，而且美淑也尽量让自己过独立的生活，靠自己坐公车去上班，我妈妈可以安心做工作。一个月赚多少钱？哎，怎么处理它？妈妈在处理，妈妈在管，除非他有事的话，我自己坐车回家，不要让他太累啊，就是这样子啊。丽珠师姐常常讲，美淑这个囡仔是来报恩的，因为美淑会倒三工出来赚钱，减轻伊的负担，卖分担厝内代志，予伊有时间休困。重要的是，美淑会想办法让予伊笑，予伊袂记个所有烦恼。所以对伊来讲，这查某囝真正是足大心的哦。草根菩提真感恩大家今仔日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风十度。Thank you.